妈，爸爸都已经在医院里面待了好几天了，您就一点都不在意吗？怪我喽，我又没有把门锁起来不让他回来。妈，你别担心，他要回来自己就会回来的。妈，你就给爸爸打个电话，给他一个台阶下。你说你们两个现在这么分居算怎么回事啊？喂，天一啊，那边怎么样啊？还是不肯回去啊？你呢？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我这边也是一样，妈妈还是不肯服软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了。算了，要不再想想办法吧。我真的是没办法了。算了，你先回来吧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那我现在过去接你。起来。听到没有？爸，你干嘛？你要学手艺还是要睡懒觉，自个儿决定。爸，你答应了。4点钟以前到店里，多穿点衣服，别着凉。爸，谢谢爸。我知道了。专心点儿。你这没完了你。你摸我这么多下，我才摸了你两下。你小的时候他就爱玩面粉，玩着玩着满脸都是面粉。你上瘾了，你这，你也上瘾了。小花脸，大花脸，你一团面，两团面，三团面。